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会有这种现象，没关系。从这位。上个干蒸下锅蒸两个半小时。没事哈。我觉得五花肉不能搞得紧。好了，已经有些预热好的嘛。好香啊！漂亮漂亮，这个来好吃啊，很好吃。那我今天呢，待会儿整个呈现的节奏了，整块的肉端出来，我会拉得很薄很薄的薄片。拉薄片是对的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就给它拉薄片的时候呢，就把冬瓜搁进来。这个冬瓜是入口即化的，肉到时候也是。啊，这蒸过了，炖得好烂的。蒸过，但是我待会儿呢，来这边是过滤出来的肉汤。我用肉汤来煨这个冬瓜，然后再把这个冬瓜呢，来，我现在片一下这个肉怎么样？其实你这样搞怎么好意思啊？哎呀，不会啦，就专门为今天我们两位特别来宾还有您主持人特别设计的。哎呦，这是人真的很好。来，刀子把它烙热一下，因为你真的很烂的时候你下不了刀，你一拉的时候皮肉油全部分了，就烂了。再把刀子你帮我烤热一下，好的，要预热。对，你预热了以后哈，刀背是热的。它油的部分呢、啊，好香啊！哎，切上去我这边可以看得到那个有刺东西那种，是啊，小气泡有看到，要到那么薄，薄如蝉翼这样子，是大薄片来的嘛？要到这么薄，好。啊，这是这个，是除了你的手，没有人办得到啦。办得到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来，过来。没关系，切砸了就砸了啊，没事。哇，真的，你们听到有噗呲噗呲，哇，噗呲噗呲的声音。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拉，然后动作前后拉大一点。对对，很好。前后拉大点，然后往下压，行的，也往下压，边往后前后拉也往下压。有，他成功了。拉一片看看，拉出来。力量成功。行的，行的，就这么一回事，没错。来，我是真的很爱吃，你知道吗？我那看到美食我就控制不了那种兴奋。好嘞，好，这边慢切，咱们到对面看。好，咱们请到，谢谢。那要试吃了吗？对，要试吃，沾一点点就好，不要沾太多。谢谢，我已经有了。好，来，请问猪的五花肉是位于猪的什么部位 ？A. 腹部 ，B. 屁股。准备举牌，一、二、三。都认为是腹部是吗？是，肯定。应该是吧？为什么不觉得是猪屁股呢？因为五花肉也有瘦肉啊，而且有的五花肉还蛮瘦的。那屁股，猪屁股应该很肥吧？所以应该，我想应该是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让我选。我认为是屁股，靠近屁股的地方。你选屁股啊？那 OK， 我选。好不好？因为你选腹部嘛。对，我选。好吧，那你们吃吧。答案是好，所以答案是 A 腹部。什么是腹部呢？五花肉位于嘞猪只的腹斜部哈，也就是位于猪腹连皮带肉的部位啊，一层油脂，一层瘦肉相间。由于嘞此部为猪只不易运动到，所以瘦肉比例比较低。不能沾太多。哎，不要沾太多，没事，不用怕。行哦。没吧，别怕。因为你没吃肉多，你一块下去，这是你今天第一餐呐。不是，绝对刚刚好。哇，是不是刚好？我韩国去八次，相信我好不好？嗯。那个酱特别吧，跟你一般吃的不太一样。因为我刚刚其实对那酱很怀疑，为什么就是胡椒跟盐还要再加一堆香油？对，加油。我其实有刚刚不太敢沾，有点恐惧。但是我其实刚刚就觉得自己沾太少了。我说多沾你都没有听啊，所以你觉得我的话是放屁？没有，他当然要聊，就沾我，不要互动了嘛。冷静，别这样嘛。我刚刚还是沾了不少，沾了半面。他以为是我的话。现在来帮我来炒这个炒猪肉，吃完了，来交给二厨收一收，二厨快收，再见。哎，好，我去帮忙。接下来做什么？来，好，炒一个泡菜猪肉。来，我们一半泡菜猪肉，对，一半的香，一半麻油，一半的香油，好极了。所以你到时候拉面是有泡菜的味道了？没有，泡菜放旁边，你如果加进去也可以加，不加也可以单纯吃，清爽，当小菜配也行。他的意思是，对，因为我们是蒜末，所以我们猪肉部分先放进来。好，但不会太。不会，哇，颜色怎么出来？这个是白芝麻放进来，哇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对对对，这样吃起来才会香。我们带回来，好，啊，技师走，我们先进个，哎，来，丽阳，麻烦你把锅盖掀开，好，小心手，哇，现在是整片很薄的薄片，继续让它加热，啊，还要再加热，还要再蒸，蒸的时候等一下，蒸的是让你嘴巴里头感觉
哪一片是肉，哪一片是冬瓜，你完全傻傻分不清，傻傻分不清楚。好，你这肉在红在炖煮的时候有加调味了吗？调味的话，等一下是靠这个肉汁啊，因为把它冷了以后啊，这个肉所有的油都拿掉了，没有油啊。它为什么会是结冻的状况啊？它整个都是肉浆啊。哇，好棒啊！丽阳，用你的直觉试一下那个肉汤够不够咸。好，来拉一下，拉一下啊，拉一下，然后用一个公匙舀上来，看看你的味道怎么样啊？我看看内地跟我们本地有差的多远。哇，刚刚好哎！刚刚好，就什么都不要了。哎，你还说的真好。他刚说，哇，刚刚好。他根本还没碰到，哪有？我很快马上吸进去了。哇，刚刚好哎！你不错，你说唱歌你还能去演戏，真假的？演戏超棒的。好，一定要跟吃有关就可以。闷一下，给个一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答题他就完成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丁伟，好来，好。啊，这一个的话呢是台湾小吃，我们一般讲白话叫吃割包，割包啊，但是闽南语我们叫挂包，挂包，挂着挂着，就这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啊。那么它俗称这个虎咬猪，那么它是因为啊，它是因为咋地？还有另外一个外话，穷人的食物呢搬不上台面，只能吼嘎鸡。好嘎鸡，这个是方言，好嘎鸡，好嘎鸡，这个是第一个啊，第一的部分，整个的白面皮就像一个老虎口，咬着里头的肥猪肉，好棒哦，这两个，请问是 A 或 B？ 这题出的太好了，太难了，它两个都好像哦，这两个，来准备，一二三举牌，哎，都选 B 啊，不觉得猴嘎鸡很像吗？你先等一下，你要选 B， 你为什么选 B 啊？我觉得那个因为很特别啊，那么白面做成这样张开口，应该是特意才会设计成这样吧？不然的话就干脆像包子一样包在里面，不是也蛮好？所以这样应该是有一个意义吧？哎，对，像包子一样包了不就行了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选 B？ 老虎来咬猪，应该就是白面皮来咬那个五花肉的感觉，对，比较像一个嘴巴了。嗯，剪到时候不，我猜中嘞。我觉得题目写的出的很好，你选，我不想选。觉得像是 A 穷人的食物，哎，就是以前自己家里会做的东西，就是剩下的一些肉啊，然后就放在有点像面包一样夹着吃。所以它有点看起来寒畅。对，我记得是这样子流传到电挂包的。所以是 A。A， 答案是。恭喜小强打错了，耶！果然是老虎咬猪啊！台湾小吃的种类很多啊，其中的挂包又被称为虎咬猪或嘎滴啊，因为白面皮的这个挂包蒸熟了以后，好像张开了牙，好像一个老虎嘴，所以里面包的是五花猪肉，因此这种食物又被称为虎咬猪。好，来，来，现在啦。哇，这里头有一点油，但是不碍事。来，你们去印证一下老祖宗讲的什么叫酥烂啊，尤其是油的部分。嗯，好香哦，那个酱油。我拿到一块那个软软的皮耶，啊，好香哦，很入味。怎么样，丽啊？这一定要进肥的。它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炖煮，它里面所有的东西，那所有的肥肉的口感都变成只是口感，所有的脂肪跟肥厚油腻的部分全部变成它另外一个汤汁，化成另外一种神奇的感受。天哪，这个东西要这样吃才过瘾，它没有脂肪，那个皮也一定要吃，这个汤汁喝下去，这汤汁全是精华，我跟你讲，说得好啊，这都是精华呀，你这孩子太好了，快，我吃的是精华，喝得好上路了，你翻了，啊，干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个字儿爽？张博士究竟做了什么事，让陈陈巧巧傻眼暴怒？因为我刚刚把步骤弄错啊。